这个是南北半快全球了，没有环球小姐地位写真女星出场，就是你，只要吃只要只要吃，哇塞，就是你，哎，一般而已。大家好，这是你的第几本啊？这是我刚拍完第三本写真，第三本了，对，第三本写真。哎，那这一次有没有跟过去不一样啊？有，因为其实我在拍这一本写真书的时候，刚好遇到疫情，我本来是五月中要拍，然后刚好所有东西都策划好了，场景都租好了、找好了，然后服装也都弄好了，但刚好我要拍那日期就是三级警戒的那一周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怎么办？那就先延后一周再看看好了，但一直就没有好转这样。你们有没有看到我最欣赏他的，反而不是你们这么肤浅的一个躯壳，我欣赏他的是他的 talking， 很大方落落，这台南的女孩子很棒，而且他的笑容，跟他聊天，跟他笑容，他这个整个唇形来讲啊，算是几近完美。哎呦，唇形很重要。而且林珊最厉害是，我觉得他是连女生都喜欢的那一种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哇，那很开心哎。所以你还没看到写真集，你会恨死他。哎呀，想把他掐死。又爱又恨，你是这个写真集赞助商，未公开的独家内页，但是在我们看之前，先跟大家做一个下一个注明，好不好？大家有没有看到旁边有一个？来，有没有王座沙发？冠军未免者宝座。哎，我先帮你们预热。那请先生预热。好的，舒服。哎，够了，够了。坐起来怎么样？有资格。够了，坐到那边。够了，冷宫了椅子。够了，你可以坐到那边，但是一个要比一个好。如果有人比你更厉害的话，我们就坐下去可以。你们三位就是评判了。是哦，没问题。把它牵起来哈，牵起来。来，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林莎未公开的内页。一、二、三，戴眼镜。哦。号的衣服，因为这样比较有引人遐想。对，真的有点太小，太小件。对，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会这样子穿，如果拍写真，流行这样穿了。就应该说他这样可以看起来，就是因为男生不是喜欢看什么男半球什么的吗？对，就是要买这种迷你。这个是南北半球，快全球了。没有环球小姐，没有。但是个人有一个小问题哦，就因为林莎她也不太避讳。我们为什么要站着录？对对，坐坐。因为你是在看，我们怎么录着录着来去三位？难道你坐下来会颠丢吗？来，我也不太感觉不太避讳自己的交友状况。交友状况怎么说？比如说我好像有人请吃饭，比较友好的，友好的一些友好的什么，反正还没结婚嘛，都可以多看看，多尝试，稍微看一下，稍微看一下，多认识。我给哦，多尝试一下。来，提出评论。来，根据照片还要。我跟你讲，他这个就是男生一定会中的居家女友风，这张很厉害，因为他就冰箱打开嘛，然后很清凉，然后感觉就是真的会让人家觉得是惊为天人老师哦。OK， 厉害！这个最猛的是东西没有吃好，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，要吃不吃的，然后最后那个冰箱，我一直很好奇冰箱是什么品牌的。冰箱？对，因为你的冰箱看起来很大呢。那个是摄影棚的，那个摄影棚哦，说随便的。东西要吃不吃？我们今天在聊写真集，你在聊背景。没有，因为我是说你肚子有多饿？刚好要搬家。我是一个爸爸的样子，有家室啊，只能看家电的，只看前景。他这一段是演给他老婆看的。对，祖先。你在拍摄过程里面呢？有遇到偷拍客啊？这个是对，可是那个是之前我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我那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就发现有偷拍的人，他不是拿手机偷拍，他是把他的 GoPro 就绑在鞋子上面，哎呦哇，然后直接绑在鞋上哦，然后这么明显，太会绑了，我跟你讲不完全不明显，因为他的鞋子黑色那种，有点类似马丁靴，然后马丁靴很大一个，你也不会看得出上面有一个黑色的 GoPro。傻妹，你会不会想太多？搞不好人家脚缠上那穿皮鞋。误
误认成多破了，那站站三七三七，对啊，我好像这样子，这样弄到你裙子，对，站站还好，站站太夸张了，对，站会不会他就是个瑜伽？哎，怎么样？哎，林莎，会不会是个瑜伽老师？怪怪的，对不对？站站是还好，如果他站站着的话，喂，一定要穿一套，奇怪，这有什么好看？叫他买一本就好了。他没有，他们就享受那个偷拍的过程啊。哦，对啊，有些人是这样，对，轻拍漂亮，窃窃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少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偷不如偷那种感觉啊。好，这一位应该就是可以先坐上我们的第一位了，对，十四。床的啦，哎呦，哎呦，他们就是姐妹相称啊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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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有谁愿意啊？哎，我本人呢，代表制作单位跟他们感谢，谢谢两位。不要！我在这边敲破头。要感谢一下，要感谢一下，感谢你，礼貌礼貌。预备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别打，好，那就没有，那就没有，继续来，剪刀石头布，你们剪刀石头布，一二比，有带感情在砸，有，小松哥真的很想赢，等一下，他是想在这一回合就把我打到死掉，我就不会玩。二比一啊，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。3-1，真的很想赢啦，有情绪的啦，我想怎么打都可以，不能用脚胶啦，不能用脚胶，好，多硬啊！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，哎呀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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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，怎么看？剪刀布。好，5-1，5-2，好，6-2，剪刀石头，剪刀布，好，6-3，最后一拳，可以，剪刀布，好，7-3 ，OK， 最后一拳，赢的对方可以用锅盖，剪刀石头布，恭喜小钟哥获胜。福利表演《女孩闺房秘密》。哎呦，哦，古魔女，哇，六个，六只脚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你都看瘦了，是啦，哇塞，哎呦，不是吧？没有人这样起床的啦。哎呦。哎呦，好可爱啊！哎呀，啊，这个好吃啊！啊，他就演死人的，他是床戏的，床戏他还看不到，我们不能看到，我们站起来，收到邀请函，哇！你这里等会我处理。小松哥，裤子太紧了。
哎呦呦！哎，别！掌声鼓励！哎呦。